现在我在这条街，这条街的新老对比啊，非常的明显。你看啊，哎，那边有一个救护车，这面的楼都是老房子，就是雕花很注重啊。当然，这个楼可能比较新了，我估计是当年炸毁了。但你看这面，也就是这条道路的这一侧，它都是新楼，看着了吗？到处都是涂鸦的这种楼，啊，这就风格迥异啊。它这边新楼是允许涂鸦的，老楼不允许。